妖道虞姬虽死，丹药的祸害却也散布各地，化作出之不去的阴霾。看来你也是好感先生。你可愿随妾身同去？奉刘备的部下关羽，此等暴行必须加以阻止，在下愿为将军一顾。我来找你算账了。方才那人果然是袁术。袁术残害百姓，罪大恶极，今日我等要替天行道。妖帝在此，妖帝在此。